快看是灰太狼。这里怎么会出现灰太狼的？不管了，赶紧回教室吧。臭小子，还有懒羊羊，你们两个赶紧回座位上去，把作业拿出来让我检查检查。老师，我作业忘记带了。我看你是没有写吧，红太狼就是没有写作业，已经被我绑起来了。你敢绑红太狼，就不怕灰太狼来报复吗？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看看你右边那是谁。好家伙，灰太狼竟然被关在这里面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我可不想挨揍。老师，如果我把灰太狼放出来会怎么样呢？懒羊羊，别放他出来。我才不要听你的话呢。谢谢你懒羊羊，小绿毛瘦死吧。老婆，我来救你。好了老婆，咱们快走吧。阿威，我也不上课了，拜拜。卧槽，他们都走了，那我们也快走吧。同学们记得替我保密，我在这边的墙上还有黑板后面以及地板上都布置了陷阱，只有走这里才可以去安全的地方，到这里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快拿出来电脑玩会吧。可恶的灰太狼竟然给我贴脸开大，阿威那小子是不是又趁乱跑路了？等会我抓到他就拿他出气吧。这里面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？按下去看。这怎么还出岩浆了？烫死我了。咦，这地板好像有猫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尼玛，这玩意真是害人不浅。臭小子，是不是在这个黑板后面？他到底跑哪去了？等等，这墙上怎么多出来两个什么玩意啊？这是，终于让我找到你小子了。现在跟我回去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跟你回去是不可能的，给你尝尝这个吧。卧槽，这是什么？看上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去更加安全的地方。来到这边之后，以防万一，咱们赶紧把叶子撸掉。进入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，这里有陷阱，还有火门后面也是陷阱。来到这里就是我的秘密基地了，咱们快随便找个电脑玩会吧。这玩意砸人还挺疼，那小子是不是从这边跑了？ What? 大哥，我只是路过，别炸我。臭小子竟然敢坑我，等会找到他一定让他好看。卧槽，这是给我干哪来了？乖狗狗不要咬我。又被坑了，这地板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相信这个火门就是他的藏身之处了，快进去干他。咦，这里怎么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这边的墙上有个拉杆，拉一下试试。没想到这里也是个陷阱。等等，这里的墙壁好像有问题。臭小子，终于被我找到你的藏身之处了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跑掉了，赶快跟我回去上课，不然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。